小洛，叔叔给你叠一个什么呀？要个小船啊，还是要个飞机啊？啊？那就叠个飞机。张扬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挺有爱心的。这是我们警察的儿子。你是小孩子吗？你还在那儿做警察梦？ 我估计现在警察正铺天盖地的追捕你呢。洗完澡，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就赶紧睡觉，别在孩子面前卖弄风骚，行吗？张扬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孩子，我也给你生一个。我是说真的。嗯。 小洛，咱们上外屋睡觉去。慢点，你们在屋里吧，我在外面睡。喂，哦，我知道了。